佩奇、乔治，你们一家怎么都在哭呢？奥特曼叔叔，今晚有怪兽要来抓我们，我们好害怕。你们不要怕，今晚我就留下来保护你们。啊，我给你们拿来了什么好东西？哇，都是奥特曼。佩奇，这些都是奥特曼的衣服，你们把它穿上，今晚就等着看好戏吧。这个奥特曼之父的衣服给猪爸爸穿上，这个格力乔的衣服给猪妈妈穿上，佩奇穿上迪迦奥特曼的衣服，最后这个银河奥特曼的衣服给乔治穿上。你们都穿好了，今晚千万不要把衣服脱下来，我会躲到你们的身后来保护你们的。我先躲到这里。大哥，前面就是小猪猪的家，这次咱们把小猪一家抓起来，可以美美的饱餐一顿了。好好好，那咱们赶紧走。前面怎么都是奥特曼呀？不对呀，大哥，我记得前面明明是小猪猪的家呀，怎么变成奥特曼了呢？你这个蠢货，你看的都是奥特曼，你把我送到奥特曼的家里来了，你是不是想害我啊？大哥，我爱你还来不及，怎么可能害你呢？行了，别废话了，咱们还是赶紧跑吧。